猫山玩中玩，兴旺发啦！那边我用什么形容词？兔年最好看的贺岁片啊！兔年最好看的贺岁片，我有讲过这句话吗？有吗？没关系，现在有吗 ？OK。发财联盟是兔年最好看的照片，照片贺岁片，照片最好看的贺岁片。猫山王中王是2023年最好看的电影，排名第一。你要讲一句话，你要的话排名第一，我们排名第二也不要紧。OK， 好啊，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有10部，我们还赢8部啊。所以你看那个甄子丹就担心了，拍《天龙八部》。所以他是排第8部的角色。老实讲一句真的啊，应该是国皇来演我的角色。然后呢，这个角色呢本来是王雷演的。OK， 那王雷他那个时候是病了嘛，然后呢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也真的是病到啊五颜六色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叫他来啊，因为我懂我拍戏其实是很要求的。那如果他病着来演的话，那台词讲不好，拖累整个团队啊，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啦。所以我们就只好，对，我懂啦，有很多人呢、啊、还是觉得不相信我讲的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他的 message， 我病了，医生说我不可以拍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给你们看，这样大家，我当然很多网友都觉得是，可能是不是梁导不想给他演？不是，我这部戏本来就是要他演的啊，真的，本来要国王也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是他演的啊，但是突然呢、啊，他说他病了了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你办了，病了，我真的是我也没有办法变出什么。也病得好了，刚好病得刚刚好。你也满意现在演的这个角色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进来演的话，就变成我们的故事三。哦，没有啊，辉哥，我记得有说辉哥其实也蛮想演梁导。苦逼之后，跟你讲啊，记忆力啊一直会有消退的，所以我这次吃 NG 比很多人都多。老实讲一句真的，辉哥都比我好。老实讲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辉哥都没有对白。哈哈哈哈哈！多一点了啦，有啦。是，所以这是一个，这也好了，因为要很久很久，因为之前你们看到我自导自演的时候呢，几乎就是杨戏妹是反串，那就不说，我们讲再推前一点，那就是钱不够用。吵过几次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拍摄地点有多热？可以想象，你那个在榴莲园真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。我当然也就是会跟他争辩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国王在那边一边看傻眼了、啊，他不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看戏、啊，我还以为他看戏、啊。你要吃人家吃瓜子，吃榴莲。没有，我看戏啊，看戏啊，没有吵啊，真的没有吵。我们就是会很争执，大家都会搬出自己的道理来讲嘛。那么。我就不断的跟我自己讲，如果老天就是你每一个过程，你不知道你生命上会遇见谁，然后你一路走来的话，当这个时候，然后你要遇见他们啊，然后遇见梁导，然后梁导给机会，应该是我可以 pass 的，我可以及格的，然后就我尽力，然后我享受当下，然后我尽量的去学习。就是水龙其实他有惊讶到我，因为你知道跟梁导拍戏，他是去现场会改台词，改这个改那个，可是每一次改的时候，水龙都应付得很好，我就觉得他这个能力真的很高，这个是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说：“哎，水龙你不要这样讲，你这样讲，他马上就改了。”所以而且讲的时候不是没有感情，是有感情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他自己不知道他。是可以除了在脸书之外，其实在表演这个演戏这个平台，他是可以做得到。不会啊，因为辉哥虽然我们在一起表演很久，虽然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进步，但是还是很受欢迎啊。辉哥，你要反驳一下吗？嘴巴他的。哎，我就知道他要讲这句话，嘴巴我的，他开心就好。他喽，到底要讲他了吗？要怎么样讲他？讲了他又讲回来，讲来讲去讲不完。我们要看戏最重要了，对吗？这样你觉得你支持自己啦？然后你支持？那想吓死人了，他想哎呦，那是危险，他是驾车了，那不是驾摩托的，高度危险。老远讲推啊，他我到那边好像弯来弯去的，我吓到脸青青啊。但是因为他们给我的那个距离太了，因为。
因为他们我的那个距离，因为有很多的摄影器材啊、车停在那边，所以他们给我的距离太短了。所以，然后我又没有常常驾这个单车的，我一转油的时候啊，那他就自然会这样。那我又很怕这个新加坡最后一个喜剧演员就这样不见了，所以我还比他有压力，他都不知道。前面那边有个纳豆公，纳豆公，纳豆公，我跟他们求了，后来很顺了，后来才开始。